观众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即将访问的是我们在高雄很有名的一家咖啡店，叫格言咖啡。今天呢，我们有新成员啦，在我们后面来打个招呼。好的，今天呢，他们要跟我们一同去探访这家格言咖啡。那这间咖啡究竟有什么让人着迷的地方？我们待会就一探究竟，走。高雄好玩吗？还蛮好玩的。怎么认识的？有求婚吗？没有。哇，完了！你是不是很紧张？是的，是的，非常紧张。你以为我们真的要采访这个咖啡啊？假的，我要来求婚的呀。今天好紧张，当初很好紧张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勇气踏出这一步。其实我答应他很久了，就是一直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求婚。今天的惊喜，希望你喜欢。Surprise！ 感谢你，过去的三年陪着我，一起开心，一起难过，有你陪伴着我。非常感谢你，我话都不多说了，请你嫁给我。很感谢你，从开始我们有了第一个宝宝，到有了第二个宝宝，你在我身边一直不离不弃，并且一直帮我照顾孩子，知道我在香港不习惯，一直各种迁就我，而且我脾气很烂，原来常对你发脾气，虽然事后我也经常很后悔，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有在努力，有一直在努力为我们这个家，所以现在三年多，
我真的除了感谢就是感谢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，我有两个很健康活泼可爱的孩子，还有一个特别爱我的。虽然你没有真的没有给我说过什么特别好听的话怎么样，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说什么，但是可能最平常最平淡的幸福就是有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，我也会不离不弃的陪着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谢谢你今天为我做一切。